特别想从一个普通的这种小人物身上探究，就是发生了什么，就重走一遍那个他们这四天的旅程。杨管这个人呢比较冷漠，就像独狼一样，看谁都不顺眼，尤其是老铁。铁，求你了，害怕的很，求你了，管松。老铁好像有自私、胆小。管松，所有人员别松，我再把你塞在麻袋里。他也有很大的转折，一直到最后他能留下来，用自己的生命去救了一些人。杨管是一个老兵痞子，性格呢比较耿直倔强。这不是搞得这么干净，这不是眼是命，命是不能换的。我们在电梯是生命即将离去升华的一场戏。好嘞，我来准备实拍。管松，有眼吗？其实两个人说的都是一些不重要的事情。高松哥，到底是啥子？我们在抽上最后一颗烟，我们在互相在对望一眼，我们各自跟自己的生命，各自在跟自己留恋的人说一声再见，而且很灿烂的笑，啊，去迎接那个死亡。阿松，走你一程。阿松，愿是你的命。从一个普通的这种小人物身上哈，他迸发出他人生当中最辉煌的那个人性光辉的那个瞬间啊。这一份爱筑起来的家，天主皇中成功了，这里的银门三顿脚马小二郎应该愿是你的命。